设施、这个景点呢，去享受一番。Adrian 来爆老婆的料。嗯，老婆是实在太多东西了呢。对，他说几个月前哈，其实这个夫妻两口就去到了一间酒店度假，下只住一晚。巨型的行李箱，一天晚上要带那么多，里面放什么东西？还有拍照嘞，里面就放了化妆品，还有就放了那个吹风机等等等，就那些女生。